呢度唔系 fan 级，唔系战场，只系我哋都中意睇 TVB 啫。好讨厌 TVB， 冇问题噶。呢度唔适合你咯，唔好浪费时间啦。温馨提示：留言注意事项，严禁爆粗、人身攻击、政治上身、搵交嗌嘅咧，麻烦请移玉步去第二个平台啊。若果你对呢个平台有好多疑问咧，另外网站啊，为你精选咗几集节目，可能帮到你噶。估唔到张家朗嘅比赛会有咁多新闻嘅，远胜啲嘅咧，我哋有啊佢嘅配饰啦，啲嗰啲戒指啊、手镯啊，哇，加加埋埋咧成100,000蚊嘅，仲有就系佢新利嘅时候咧，俾人睇到咧话佢需要去湿之旅啦吓。不过咧真正开始挖起啲风浪嘅咧，应该系佢16强啊，张家朗对战呢个国家队嘅莫子维啊，莫子维咧嘅右脚咧跣一跣脚，咁啊当时睇电视觉得咧，咦哇，即佢应该都几伤几痛嘅、哦。嗱，嗰一刻咧，飞天爷爷嘅心谂啦，假如咧莫子维啊，因为呢一次嘅意外咧，触及到啲旧患啦、伤患啦，而影响咗佢嘅发挥，张家朗因为咁样赢咗嘅话咧，虽然系成功出线啦，咁但系咧，我相信啊，张家朗咧系唔会开心嘅。之但系啊，真系谂都谂唔到，隔篱有一个客席嘅主持，同样都系嚟自香港队嘅运动员啊，佢表示咧，莫子维咧嘅脚系有伤患嘅。最后咧，佢对住个镜头度竟然讲咗句就话希望触发到啦。嗱，身为运动员咧，体育精神去咗边咧？呢一啲系侥幸嘅心态啊。嗱，我相信啊，佢系因为咧系张家朗嘅队友啦，希望队友可以出线，咁啊一时之间咧先至会失言嘅。咁啊，好多人都撑佢啦，讲心底话有错咩？嗱，呢一句说话咧，当然系佢心底话啦，唔会系稿嚟噶嘛。不过睇场合睇身份啦，运动员之所以受人尊敬咧，唔系单单因为佢哋赢过啲咩奖项啦，而系佢哋嘅体育精神啊，即系等于啊学武之人啦，讲嘅系武德，咁啊读书人咧讲嘅系修养，而唔系咧哇你喺啲用啲咩 grade 去毕业啊之类啊。嗱，不过咧喺现实世界里面咧，所有嘅定位咧，我知道都已经唔系咁样噶啦，你可以点咧？嗱，事后咧，隔离台呢一位客席主持咧，都喺社交平台度道歉嘅。咁啊，经一事长一智啦。咁啊，有几多人撑又好，闹佢嘅都好啦。咁啊，最重要系上一课，提升咧自己对于体育精神嘅了解啊。不过咧，呢一啲咧都只系真系小菜一碟，最大碟嘅咧摆喺后面啊。张家朗打赢咗意大利选手之后，攞咗个金牌啦，哇，个炸弹咧先至开始引爆啊！张家朗对战呢一位意大利嘅选手，同样都系唔简单嘅。咁啊，有几次咧喺4分啦、5分啦、10分嘅时候咧，出现平手嘅情况啊。咁啊，最终首局张家朗系以11-10暂时领先嘅。咁第二局开始之后咧，两个人喺11分啦，同埋12分咧系再度打成平手嘅。之后意大利选手咧就连夺2分，咁最终张家朗咧系连追2分咧喺14分嗰度再度平手，最后张家朗决三剑啊，以15-14胜出，成功咧卫冕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嘅金牌啊！戏剧性嘅情节出现啦，大批意大利人走咗去张家朗嘅 IG 度留言闹爆张家朗啦，就直指佢嘅奖牌咧系偷翻嚟嘅啦，靠关系啦等等啦。赛后意大利剑击教练啊都喺佢个人 IG 上面咧就上载咗一张相，咁啊见到咧佢系指住个裁判啊黄浩志咧作出抗议嘅，同埋写上咧就话从未见过咁唔公平啦，加油马基，你系赢家。嗱，马基咧就系意大利选手嘅译名嚟嘅。咁啊，事后咧，意大利剑击总会咧就向国际剑联啦，同埋国际奥委会咧抗议啦。咁啊，意大利剑击主席就话咧，从未见过咧啲咁嘅事。佢话马基系真正嘅赢家，咁但系咧就被剥夺咗咧应得嘅金牌啊！裁判质素系配唔上眼前嘅伟大决赛啊！
至於意大利奧委會主席在頒獎禮完結之後都批評裁判的人選，他就說裁判是需要受到尊重的，但是我們就提出抗議了，說他同埋呢個國際劍聯秘書傾過啦，係存在住一個根本性嘅問題。咁啊，一場意大利同香港之間嘅決賽咧，兩位裁判分別係嚟自中華台北同埋韓國啊。咁但係國際劍聯就話俾佢知咧，裁判人選咧係抽籤揀出嚟嘅，每一屆嘅奧運嘅裁判團咧，主席咁啊都會係更換嘅。喺任何情況底下咧，裁判咧係唔會咧嚟自運動員鄰近國家嘅。飞天爷爷咧都几好奇嘅，裁判系唔会嚟自运动员邻近国家啦，咁啊距离系点样量度嘅咧？过去咁多届嘅奥运啦，即系有冇啲外国选手咧，系咪真系未遇过啊嚟自运动员邻近国家嘅裁判咧？吓，睇下地图先，意大利附近有啲咩国家呢？瑞士啦、奥地利啦、德国啦、法国啦，咦，英国同法国咧都几近嘅、哦，近到咧可以揸车过去嘅。美国同加拿大咧，啊，墨西哥都近啦。咁啊，咁多届咧，即系有冇遇过类似嘅场合咧？吓、啊，邻近国家唔一定 friend 噶，北韩同埋南韩咧，你话 friend 唔 friend 咧？咁啊，其他嗰啲咧，我即系唔系好想再举例啦。輸咗就話個評判冇料到啦，未夠班啦，又話人哋咧話這麼近那麼遠啊，心遠嘅遠啊！今次意大利輸打贏要，喂，真係打出國際天花板嘅水準喎、啊！好啦，就好似咧一直都係啲選手以外嘅人喺度指指點點啦，喺度發，我想講發癲啊！咁當事人呢一位意大利選手啊，咁點咧？佢就話即係劍擊咧就一項結果咧係會受到裁判決定左右嘅運動。承认自己没办法在领先14-2的时候锁定胜局，他就说他会翻看当时的重播，当时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没错的，但是从未觉得奖牌是被人抢走了，可能他们就指的评判错了，但是请大家不要认为他们是心怀恶意的。他又指咧，對於呢一個決定性嘅第三劍咧，佢係充滿信心嘅，就正如之前嗰兩劍一樣啊。咁佢又話咧，如果咧喺唔同嘅場地遇上唔同嘅裁判咧，結局咧可能咧就會被改寫。咁同時都承認就話咧，每個運動員咧都會覺得咧嗰一分係屬於自己嘅。喂，講得幾好啊！咁最後佢都話咧，佢恭喜阿張家朗，佢一個咧可敬嘅對手啊！喂喂喂喂，又讲 TVB， 有冇其他嘢讲㗎？有，嚟我另一个 channel 啊，是这样的飞天爷爷，连结就喺今集节目结尾嘅画面左下角就见到㗎啦，记得订阅喎。Hello，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啊！但假如你憎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呢，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啦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个钟仔，下次有节目更新呢就会通知你的啦。看完不妨给个 like 支持一下。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呢，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啦。不要做标题党，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。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，问一给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民咧，唔好意思啦，跌入黑洞嘅名单系冇办法救翻出嚟嘅。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关注埋我嘅社交平台啊！